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到我正向早晨嘅时间。录嘅时间系2020年3月3日。首先呢度有澳洲嘅真 B C， 你好，大家好，同埋我家亲生嘅大家好。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一定要点赞同埋分享。未揿订阅嘅，揿下订阅同埋隔篱个钟仔，有新片会通知大家。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哋嘅大台芒向編輯部同埋三台嘥冷气嗰度点赞、分享同埋订阅，以壮大我哋中立和平同埋理性嘅声音。好啦，呢一节咧就主要想讲下一个现象啊，就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吓，依一个选举就嚟到啊，好多嘢可以讲。咁啊，好多人都会话，诶，投呢个建制系冇用啊，啊，又话。即係唔會，其實佢哋我哋講下，我想講下係建制同埋泛民而家最大嘅分別係乜嘢？點樣係可以幫到正常人係做好多嘢？嗯，首先，譬如話今日有單嘢我見到係咁，但係咪即係依個建制並冇宣傳到嘅，好少宣傳，因為而家冇人去會同佢哋宣傳依樣嘢，對於建制嚟講係好蝕底。反而泛民嗰邊如果做得好大落，一做少少嘢就大落大股。啊！依樣嘢係倒轉嘅，建制做好啲嘢咧，就話你蛇齋餅種。嗯，依樣嘢係好嘔血嘅。但係我講一講一樣嘢，就係、是、今日話有啲香港市民留咗喺廣州，嚇、啊、就有啲嘢啊，非常即係所有嘅物資都短缺。嗯，於是就聯絡咗建制第二大黨，因為我哋唔費事俾人話。啊！我哋某某某某赞助嘅，我哋唔讲啊，费事系费事啊！咁啊，于是建制第二大党即刻而家筹措，就话要去帮嗰几百个人啊，筹措啲物资寄翻去上去，就揾呢个物流公司寄翻上去。嗱、啊，听下，假如你系一个泛民嘅人。你估会唔会有人咁样揾你去帮手？吓、啊，信唔信得过？会啩，但系佢哋啲人系连上去都唔肯噶、哦，咁其实逻辑上已经系唔可以咯、哦。我谂系，即系成件事嘅逻辑就系、是，其实真正帮到香港喺内地帮到香港人手嘅。好多人话要中港区隔，适度居隔，我系理解，因为法制唔同。但系而家有啲人揦住支旗，适度区隔变到全面区隔。其实适当区隔，一国两制已经系适当区隔咗啦。老实讲，系啊，内港适度区隔系因为法制唔同，系可以理解。但系而家有嗰批人就系讲到一个地步，断六亲。点喂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同佢断嘅话，你点样？你做生意要同佢做嘅喎，个市场你要同佢倾嘅喎，你有咩头晕身庆，你要搵人帮，你要同佢帮嘅喎，因为佢系一个真实嘅存在啊嘛。啊，当然啦，佢哋其实嗰班人系希望最好咧就可以好翻到50-60年代啊，推中国嘅锁国，咁我哋咪有着数咯。其实原来佢哋系谂啲咁嘢噶嘛。一系话诶，我哋骑翻住人哋咯，有啲人就系咁谂咯。我觉得就系、是、或者国际连线，我做洋买版，即系我唔系话做洋，即系佢呢个系佢，即系话我哋做老外嘅代言人，有啲人系咁样讲啦吓。咁、啊、呢个亦都系佢哋呢批人另一批人嘅谂法啦。啊，即系大家见到啊，嗰啲阿痴疯哥嗰扎系谂系咁样做嘢噶嘛，我哋系做老外代言人啊嘛。嗯。即系，但系就咁样睇啊！但系而现实上唔系咁，现实上就系你要做生意，你就必须要同内地打交道。你有咩头晕身庆？其实你真正帮到你嘅系建制派多于呢个泛民。嗯，因为泛民，喂，你泛民，你试下搵个泛民议员走上去。同佢讲两，同佢讲上都可能上唔到去、啊，上都上唔到，而且你根本系冇嗰个联络网。系吓、啊，好啦，即使假设啦，话系咁啊，搵政府帮咯，点咯，即系捉住佢政，又搵政府嚟搞到嘈咯。佢哋唯一一个办法系、
啊、所以其实而家系好多人系俾嗰班黄人所迷惑，左右咗啊！其实就系我哋左右咗，系啊，所以其实有样嘢就系、是、呢种叫做互搏啊，叫做政治上嘅互搏咧，其实如果继续咁样，其实我觉得就一个地方冇运行嘅。我记得以前有个朋友同我讲话，你见到一个地方，如果啲人好热衷于叫做政治嘅话，可能呢个地方就经济上就会蚀张好多啦，系嘛？即系我咁觉得咯。即系系好明显嘅，即系我哋睇呢件事啊，譬如话我喺广州，我而家冇物资，要人哋救命，佢即刻弹热过嚟，几快手，即系而家亦都可以见到呢个建制嘅派别系开始企得翻稳呢个阵脚，企得稳呢个阵脚，利用佢嘅庞大资源去做多啲地区工作，呢个系唯一一个办法，仲要大锣大鼓，唔好唔出声，因为而家睇下嗰班黄人，即系黄政党嗰班人咧，好似琴日咁样讲嗰、那个，佢哋好中意做埋啲虚火嘢，然之后大大声讲出嚟。譬如话嗰、那个女仔个阿妈吓，阿陈小姐个阿妈，已经话喂，唔好使我咁，唔好利用我个女得唔得？佢哋都唔制喎，大佬。佢而家仍然唔制啊！嗰位柯耀林嘅议员啊，对唔住，柯耀林。嘅议员仍然唔肯制，话我要坚持，必要时改，唔用个名，用个日子啫，咁样讲。啊，横掂都唔过噶啦，唔过你又做，目的就系乜嘢？目的系攞着数，唔系啊你，系啊攞咩啊？系你攞光环，系啊，系攞人哋着数啊。我咁睇，个名即系揦住人个名嚟攞光环，你唔系啊你，即系我听落系，即系可以见到，其实而家建制同埋泛民之间嘅分别就系咁咯。建制系好务实，即系好关顾民生，不嬲都系关顾民生噶。而泛民真系做唔到，系做啲虚火嘢。而且一做到就大，但系佢升就升咗，一做到就大锣大鼓，所以令到好多人系好迷惑啊。究竟系咪泛民好啲？我可以讲唔系。因为当你真系有事嗰阵，未必真系帮到你吓。我好似教，好似话佢哋有事，而家就话叫你搞白工，唔系啊。而家你仲搞白工？而家你仲叫人搞白？佢哋个觉得咁样系帮咗人哋咯，所以用最极端嗰套方法去做嘢咯。冇錯啊，但你吸眼球，即係佢哋覺得，喂，如果唔係你吸唔到眼球，就會消亡噶咯喎，好多嘢都一消亡嘅話，咁佢咪覺得，哎呀，咁辛苦先打翻嚟嘅嘢，咁咪冇咗，唔掂嘅喎，之後所以佢哋咪不斷咁樣叫做只可以不斷咁樣去做佢哋覺得嗱，即係客觀效果咧，就係搞到大家都好唔掂嘅，但係對佢嚟講咧，就係搞到佢好掂咯嚇，即係搞到自己我啊得啊咁樣嚇，會一餐飯食啊，或者係叫做得到咗佢哋想要嘅嚇游水咁上下係嘛？但係對於成個大環境啊，大家知道啦，我哋節目都講過，大環境就但係咧都係，但係我都覺得係朝一個好嘅方向去睇嘅，係嘛？我都覺得。是即是到底在九月之前是没事没事出面剪草而已对不住啊对不住、是啊那即是现在大环境来看到底九月之前选之前可不可以扭转现在的劣势其实我觉得可以嘅，不過我諗要下我哋節目再講，因為我出邊咧真係好嘈啊，唔好意思啊，咁啊我哋再揾節目再探討一下，因為我鄰居
要剪草啊！我哋生活系好实在嘅，所以啊，冇理由俾人哋剪草，同埋我已经闩晒门窗，因为啲剪草机系都好大声吓、啊，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咁系咁先，多谢大家，我哋再今日再录节目啊，再分析呢件事嘅吓，系咁先，拜拜，多谢大家，拜拜。